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4-788012-001-194-788，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什么是初地的菩萨呢？初地的菩萨，他不再有执着，内心不再恐怖，也不升起颠倒，不会打妄想。他不担忧生活，也不惧怕死亡，不会对人产生怨恨，也不会对人毁谤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普贤恨怨品，唐继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，告诸菩萨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，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成数劫相续演说，不可穷尽。若欲成就此功德门，应修十种广大恨怨，何等为十？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勤转法轮，七者请佛住世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善财白言：大圣，云何礼敬乃至回向？普贤菩萨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言礼敬诸佛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陈述诸佛世尊，我以普贤恨怨力故，身心信解如对目前，悉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，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陈述身。一一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陈述佛。虚空界尽，我礼乃尽，以虚空界不可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。如是乃至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礼乃尽，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礼尽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称赞如来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刹土，所有即为一一尘中，皆有一切世界即为尘数佛，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，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，
各以出过辩才天女为妙舌根。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，一一音声海出一切言辞海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，穷未来际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无不周遍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赞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赞叹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，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尘数佛，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，我以普贤恨愿力故，起身信解现前之见，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。所谓花云、幔云、天音乐云、天伞盖云、天衣服云、天种种香、涂香、烧香、墨香、如是等云，一一亮如须弥山王。然种种灯、酥灯、油灯、烛香油灯，一一灯柱如须弥山，一一灯油如大海水，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。善男子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，所谓如说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供养、摄受众生供养、待众生苦供养、勤修善根供养、不舍菩萨业供养、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善男子，如前供养无量功德，彼法供养一念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俱之那由他分、迦罗分、算分、数分、欲分、优婆尼沙陀分，亦不及一。何以故？以诸如来尊重法故，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。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，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。此广大最胜供养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供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供养亦无有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忏除业障者，菩萨自念，我于过去无始劫中，由贪嗔痴发生口意，作诸恶业无量无边，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，我今悉以清净三业遍于法界即为尘刹，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，恒住境界一切功德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刹乃尽。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忏悔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随喜功德者，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数诸佛如来，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，不惜生命，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劫，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头目手足，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，深入种种菩萨智地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，及波涅盘分布设立，所有善根我皆随喜。
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身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，我皆随喜。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，我皆随喜。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，我皆随喜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喜，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；身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勤专法轮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，以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广大佛刹，以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一切菩萨海会围绕，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，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；身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请佛注视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，将欲示现波涅盘者，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，我悉劝请莫入涅盘。今于一切佛刹即为成数劫，为欲利乐一切众生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劝请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；身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常随佛学者，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吸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即如须弥，为众把故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、城邑、聚落、宫殿、园林一切所有，及于种种难行苦行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，是种种神通，起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处种种众会，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，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，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，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，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，处于如是种种众会，以圆满音如大雷震随其要欲成熟众生，乃至示现入于涅盘，如是一切我皆随学。如今世尊毗卢遮那，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，皆亦如是。于念念中，我皆随学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学，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；身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恒顺众生者，为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所谓软身、胎身、湿身、化身、
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，种种身类，种种色身，种种形状，种种相貌，种种受量，种种族类，种种名号，种种心性，种种知见，种种欲要，种种异形，种种威仪，种种衣服，种种饮食，处于种种村营聚落、城邑宫殿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无族、二族、四族、多族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非有想、非无想，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，种种尘世，种种供养，如敬父母，如奉师长及阿罗汉，乃至如来等无有异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，于师道者是其正路，于暗夜中为作光明，于贫穷者令得福藏。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，何以故？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，则为尊重尘世如来；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譬如旷野沙砾之中有大树王，若根得水，枝叶花果悉皆繁茂，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，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花果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。何以故？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。善男子，汝于此意应如是解，以于众生心平等故，则能成就圆满大悲；以大悲心随众生故，则能成就供养如来。菩萨如是随顺众生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顺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复次善男子，言普皆回向者，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，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，欲行恶法皆悉不成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，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人天涅槃正路。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皆代受，令彼众生悉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。菩萨如是所修回向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，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，则能成熟一切众生，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恨怨海。是故善男子，汝于此意应如是知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已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
即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，及诸人天最深安乐，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，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，经而所佛刹，即为成数劫，相续不断所得功德。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，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。或复有人以生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，依似俱寂，速能除灭我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，乃至佛刹及微尘数一切恶业，皆得消除。一切魔君、夜叉、罗刹，若鸠盘图，若毗舍蛇，若不多等，淫血啖肉，诸恶鬼神，皆悉远离，或时发心清净守护。是故，若人诵此愿者，行于世间无有障碍，如空中月出于云翳，诸佛菩萨之所称赞，一切人天皆因礼敬，一切众生悉因供养。此善男子善得人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，不久当如普贤菩萨，速得成就微妙色身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。若生人天所在之处，常居圣足，悉能破坏一切恶趣，悉能远离一切恶友，悉能制服一切外道，悉能解脱一切烦恼，如狮子王摧伏群兽，堪受一切众生供养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我今天可以说拥有一切都是目光给我的造就的成就哈，也改变了我一生。因为那时候15岁了哈，上学都唔捌的时阵，其实那时候来目光只是想有饭吃而已，没有想到，竟然这边是我出发的地方哈。我现在回到目光，其实我的感觉，就是好像在回忆我当年的那种成长的感觉一样啊。那因为每一位同学的年龄，每一位同学的视力障碍的状况，或者每一位同学的家庭来自不同的家庭，他们都不一样哈，想法也都不一样。所以其实刚开始开学的时候，同学都上课的时候都会哭会流眼泪哈。那我也常常跟他们分享我那时候在目光的一些点点滴滴，鼓励他们要勇敢做自己，接受自己是视障的事实，这样才可以重新的出发啊，重新的出发。我曾经就服务一个那个，他是那个糖尿病的患者，不过他的视力退化非常，他大概就是不到一天的时间他眼睛就看不到。他当时我碰到他的时候，他是被关，他就关在家里，他哪里都没办法去，不是他不能去，而是哪里都没办法，他走不出去，因为他看不到啊，他是完全看不到。因为我们过去的讯息都是从视觉来的嘛，他也没办法去判断用听的方，因为他还不学，还没有学会怎么用听的方式去判断。好，那曾经就是他试着要去从客厅走到厨房，好，去找东西，结果他一到厨房之后，
他开始不晓得，哎，下一步该怎么走，他也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在厨房，他不知道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他就足足在那边站了将近，在那个地方将近站了三四个小时，三到四个小时，等到他的家人回来之后，他才有办法走下一步路，就是被家人带走，他那个当下根本就没办法，所以一开始那个刚开始就是瞬间失明的朋友来讲的话，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掌握了，所以他不晓得该怎么走下一步路。因为刚开始同学，我就觉得出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我说我们搭公车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要很勇敢的、很大声的跟司机说，因为我视力不方便，我要到哪一站，请你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。那同学就问我说，为什么我要讲话讲得很大声？跟司机讲话为什么要很大声？我说，因为我要让全车的人都听到我是盲人，因为司机有可能他忘了啊，哦，很多站他可能忘了提醒我们，全车的人都会提醒我们要下车。接受了以后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就重新出发了。我说常跟他们分享说，我们除了眼睛看不见以外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感觉器官啊，我们还有触觉啊，还有嗅觉，还有听觉。一样的能够让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多彩多姿。人，人这个字哈，我们那个中文人这个字，其实就是他在告诉我们，就是要人就是要互相帮忙。好，他讲的例子就是说，人这个字有一个一撇比较长，一撇比较短。那也因为这样的一长一短的一个人这个字，才有办法立起来。好，你人一定有长跟短嘛，一定有长，有人可能比较有能力比较强，有些能力比较弱，那能力强的就要帮助能力弱的人啊，这样人的社会才能够建立起来啊。他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啊，虽然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啊，毕竟他是哦在从事这个社会服务工作的那么久的时间啊，他所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人，本来就是我们人的社会就是一个互助的社会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平易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中，他去做出来，那才是伟大的。这个想法不伟大，但是这个做出来之后，哎，你会影响到更多人，那才是伟大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